了咱的无明，所以啊，呀，六道啊，会安尼甲咱牵连着，而且宿性不转。宿性，咱拢知影嘛？这些点，乱性、太性、习性、化性，有诶，就是伫这个能包着，亲像鸟啊、鸡啊，这禽类呢，都是乱性啊，也个有太性。亲像人啊、牛啊、马啊、猫啊、狗啊，啊，等等的，这拢总是胎生，生落来就死啦。啊，那两都爱经过不过去，那湿性啊，是水底的物件。不管是鱼啊、虫啊，真多真多，无法度去数算的种类，嘛是伫湿性，因为呢，胆的所在都有因性命的繁殖，来就是化生。化生啊，那就是啊，为咱讲合佛啦、念佛啦，赶紧呢，将来呢，会当西方莲花化生。哦，这都要落真大的功夫咯。有人讲，做十善业啦。下初心啊，就会当即刻生在天堂。天啊，就是化生，或者是呢做十恶业啊，十恶不赦的恶业，那就即刻呢堕落地狱。这样。地界也是化生，当然化生啊，也阁有真多类哦，可能亲像病毒，病毒本来伊无虾米性命，但是呢，伊都爱附伫其他的有性命的菌。伊就开始会作怪啦，这种看袂到的物件，那是虾米款的因缘呢？伊去解附托去，这样就成虾米款的业，现虾米款的形，所以讲起来。生命呢，就是啊，无离开这宿性。人呢，虽然是安尼生一个落来，这就是胎生，这六根嘛是要齐全，也无简单。我看到咱一年转来，伫咧播真侪囡仔。大人啊，就是兔顿，有的呢，家庭贫困啊，二三十岁啊，三四十岁，也阁无法度通去经营，迄种的自卑感，甚至细汉囡仔嘛是同款会有自卑感嘛，看有一位。已经爱去读书啦，但是这个囡仔就唔敢去读书，嘛唔敢出来见人。
那就是因为呢，咱耳尖啊，父母听到耳尖，伊嘛唔知影讲这是从台湾来的，只敢那有听人讲，这是一个爱心的团体，唔免用钱啦。所以呢，伊就把伊的囝带来。果然，迄个囡仔听到，要把伊整容起来，真欢喜。听因讲啊，暗时啊，都困袂去。问伊是毋是惊呢？烦恼呢？毋是，是真欢喜。哇，迄囡仔，迄种兔唇，伊甲外面的囡仔来比较呢，互伊产生了真大的自卑感。遮尔只细汉的囡仔，都有这种的自卑感，读书唔敢出去。那即当阵，有人会当甲伊帮忙伊。当然，囡仔就足欢喜，解脱了伊内心嘛，这种自卑的感觉，这是人的天性。不过呢，是安怎一生下来都是安尼的形态呢？这嘛是不由自己嘛。其中，我看到一张相片，真温馨。开头的第一张看到，是伫手术台里。每一个手术台呢，都有五六个医生。那主刀的人啊，都徛伫头的方向，看伊的眼神，会当知影哦，这台刀呢是前副院长开的。另外下面落来一张呢，就看到前夫啊，伊呢就抱着迄个囡仔细细汉啊，安尼抱揽伫心肝里，迄个眼神呢，亲像祝福啊，伫咧抱着伊个囝共款，足温馨呢，听着伫咧解说。有先伊讲，迄当阵政府伫咧开这个刀啊，是非常的细心。刀开完了，甲这个囡仔抱起来呢，安尼去到迄个恢复室的所在，安尼轻轻的甲伊放落去，放落去了后啊。前副院长，我在第一个所在，该注视，就是安尼个该看，展露出了迄份呢满足的笑容，向这个囡仔呢一句的赞叹，哈、啊，这个囡仔生作真水呢。当伊伫咧解说一段时，迄内心哦，感觉真温馨。生下来就是一家人嘛，咱家己家的人有安尼的缺陷，咱哪会未提出了呢？迄份的关怀、爱心去弥补伊的缺陷呢？何况这么长幼小的囡仔，当然伊都甲当作亲像家己的囝，家己呢？嘛，亲像呢，是一个艺术家雕塑了呢，一个真水的物件，真正的成功，一份的满足，对人的贴心，对家己呢，一份艺术，成果的一个囡仔的面，这种的满足，但系会去想到吼。那关谷水的
来这分享。我若讲哦，感恩你哦，你足有爱心的。回答我的一句话呢，一定就是讲，感恩的应该是我，因为救人的感觉真好呢。会用的讲，每一个人去救过人了后呢，迄个感觉就是足好的。所以会当头理解呢。把那个孩子抱来到那个地方，这样把他放下去，一句的赞叹，这个孩子生得真漂亮，其实呢，也刚才他有这种的功夫啊，艺术啊，这种的巧手，脚手回春啊，让这个孩子呢，因为他的脚苗的手可以打开他的心吗？这个孩子已经可以去读书了，孩子的前途无量了。我听到一年大爱村那些村民啊，出来在说话那种的欢喜，他说他做梦也不敢想到说会有这间厝通好住，但即马大家人拢住伫这个所在，这间厝是遮尼真多爱心人，咱伫遮住会当安心，咱阁会当通安心话，咱的囡仔阁有地通好教育，看学校起甲遮尼好，遮尼真多爱心来做。教育，相信在这个所在的囡仔受了这种爱的教育，将来啊，这个大爱川内底一定会出总统。希望这个囡仔在这受教育的内底呢，一定会有会出总统。看，这是因的期待，甚至搁听到囡仔呢，嘛有细汉囡仔啊，那伫咧问的时阵，伊去住这间厝，足欢喜。问伊有学校好读书，是毋是真欢喜？真欢喜。啊，你将来要做啥嘿？想想诶，我将来要做总统。可见啊。大人有安尼的期待，囡仔有安尼的愿望，周围有安尼的环境啊，伫咧教育，可见啊，伫啊大爱村啊，这个内底充满了希望。那过去呢，伫红溪湖啊，迄种违章的河钓。而且呢，又臭又垃圾啊！囡仔根本都无机会通去读书，因为大人呢都无有无生的机会啊！囡仔哪有求学的机会呢？这个时阵，因为有一群的爱心人，所以。只要心中有爱啊，无所不能。伊会当甲因建造温暖的屋，会当呢，予因有无限的机会，予因的下一代有教育的希望，有遮尔真多的希望，遮尔真多的机会，当然啦，因欢喜。所以呢，听到这些报告，看到遐个义诊，实在是足感动的。这啊，就是福嘛。有福的人去造福，啊，搁再有福的人来受着福。所以啊，这就是福因福缘呐。咱生在人间，咱也是有福音、有福缘。不
管呢生落来是什么款的形态，因为生是以业起来嘛，那什么款的业来，实在是无法度家己选择。不过呢，那有迄个福的种子含伫内底啦，同款时间到的时，迄个福缘现前，甲这个福音呢结合起来，就有机会得福啊，有机会得救啊，这嘛就是缘。所以讲起来，缘呢善恶杂糅，咱若是唔拄好去做着恶的事，这个恶业嘛是同款爱受啊。啊，若有机会去做着福的事，这个福音呢嘛是同款的温藏伫咧啊。这苦的业来受尽啦，那福的种呢？现前呐、啊，那福缘呢都成就啦。那那些有这个福音，就是善的种子地咧，那都有机会；那无善的种子地咧，那就无机会咯。可能呢，还是继续苦落去啊。生活中啊，真正爱真小心吼、哦，多做一挂福啦，多一挂善的种子啊，减做一挂恶呢，啊，都减受一挂苦难。这呢，就是咱逐天逐天伫咧讲，要安怎去除无明烦恼？烦恼啊，好亲像管家。烦恼呢，好亲像蚕蛹毒；烦恼呢，好亲像激素。烦恼啊，就是安尼，甲咱甜甜啊，甜甜塌塌，安尼甲咱甜，安尼甲咱包，安尼甲咱连着，都是永远的六道属性的来的。咱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心啊。所以呢，恶业无穷，苦果不息啊。所以这恶因呢，既然是无穷，都是真多真多。咱已经有真多恶的种子在迄个所在，所以呢，就业种现前，那就是无穷。哦，无穷就是无尽，正多的意思。业就是因为前面有因嘛，前面既然有因落去啊，那这个业呢，就真多无穷，好果不息，受苦的果呢，无间歇吼，无停止啊，不断不断延续落去，这里正多的苦难呐。这种的苦果不实啊，咱应该爱知烦恼过烦，是咱的无明，是咱的烦恼。咱去作业，咱去犯错，或者是无心的犯过，安尼呢？这拢总是在咱的无明烦恼中啊，咱对咱正面啊。这个人事物，咱拢去会买去啦，所以咱的心不断伫咧起心动念嘛。人甲人的中间计较啊，人甲事的中间伫咧作业，这呢拢是因为烦恼，所以这当中是烦恼过。烦吼，才烦到这么正多呢啊！三毒啊，六毒啊，四生啊，真多呢！诶，恶业、苦果、
都是因为无明烦恼的过失犯错，所以咱今仔日应该呢，爱真知影将内心呢，真正呢，爱好好反省啊。虔诚的心要立定下来，平常时呢，咱戒心对烦恼无明要恐惧，咱要定来真惊吓，要真谨慎，不断的提高警觉。不过我拢讲吼，莫惊吓啦，只要提高警觉就好。心爱过好好，时时提高境界。人甲人斗阵的时阵，每一个人甲家己的心过好，咱互相伫咧讲话呢，都袂犯错，而且互相鼓励，彼此成就，这就是功德啦，这就是善的种子啦。咱若讲一句话呢，互人藏伫心里。无欢喜，啊，这就是恶的种子，所以才讲开口动舌无不是业。各位，开口动舌，这是咱平常时嘛，但是呢，讲好话爱养成好的习惯，啊，弃除过去呢，啊，恶白讲话的习气哦，所以还是赶快爱多用心。